知名台语歌手施文彬演唱经典歌曲《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人》，并与台下观众热情互动，炒热演唱会气氛。林子颖飙起高音，演唱1980年代知名歌曲《玫瑰人生》，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。这是正声广播电台连续十年在国父纪念馆举行的公益演唱会，现场座无虚席。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演出，其实是不管是有形无形都帮助了很多人。那其实我相信，这个只要你曾经付出过，你就知道那种美好。演唱会卡司结合老中青三代歌手同台演唱动人国台语歌曲，今年还特别邀请癌症歌手黄世佑到场献唱，希望用歌声陪伴大家一起做公益，关怀弱势族群。我要活在当下，我们人生还有几年不晓得，我要把我现在有能力的我最好的作品都要拿出来，要不然等待机会太难等了，所以我就出了一张《心来有所》，我要把握当下现在的幸福。传承到现在，正声广播公司还培养了一组公益大使 CS 陈优，在今天他们有串联性的一个演出，所以我们对传承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。正声广播公司遇见幸福听见爱演唱会总共邀请八组歌手，带来许多怀旧经典名曲，陪伴大家度过温馨的夜晚。开播大台北数位新闻王胜欣采访报道。